是代表难过情绪的悠悠，我会一直往负面思考。这是我花了很多钱买的尖叫鸡啊！你干嘛买呢？真理是人类大脑的控制室，我们五个代表人类不同的情绪哦。嗨嗨，我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好快乐的乐乐。我是代表难过情绪的悠悠，我会一直往负面思考。这实在太悲伤了，好悲伤！我是一点小事情就会非常生气的诺诺。我是夜夜，什么事情都好讨厌啊，长这么胖好讨厌，涂成蓝色的好讨厌，我不能当火的好讨厌呢。我是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害怕的姜姜。椅子。观众。衣服遮好，做事情就会有条有理。你再怎么有条有理，你的人生还是一团糟。讲什么啊？嗨嗨，这礼拜就要去烤肉了，大家想要去哪里烤肉呢？我最讨厌烤肉了，烤完身上都会有臭臭的味道。悠悠，你觉得呢？去动物园好了，那里要什么肉就有什么肉。我想先吃团团圆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说我的衣服终于折好了。这个土啊！大家听见信号了，赶快使用大热门快乐水。One two three, 没问题了，好多了。最近要练叠杯技术，练好就可以出国比赛了。你练得再厉害也没有用，因为你根本没有钱出国。说什么啊？你们看，我用了最新的化妆品化的妆，自不自然呢？我最讨厌化妆了，你看我素颜多么漂亮。悠悠，你觉得呢？我化的自不自然？超自然，超自然现象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说我叠杯终于叠好了，可以出国比赛了。哎，下手！大家听见信号了，赶快使用大热门快乐水。One two three, 没问题了。最近迷上玩魔术方块，老师说玩这个可以增强理解力。你先好好理解你自己吧。你干嘛买呢？行，你看他们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说我的魔术方块已经装好了。转。我说我的作文已经写好了。转。我说我做好久的蛋糕终于完成了。丹尼老师啊。真感动嘞！来，这个就哎呦，想想大半夜的，没事，你不要过来，我喜欢叫播，你也才秀奇迹嘞！而且这不是在那脱开了？哦，好，帮他擦一下。哎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，哎呦，来，往，哎，
有没有看到他第一个环节扣得非常好？对，而且又很有创意。丫头要发号施令 ，Q Q Q Q， 砰砰砰，每一个人他们有他们的展现，对，妙语如珠。对不对？以后不要，我们已经不屑蛋黄哥了。就是还是要开发新的角色，悠悠哥，要不然那个很快就没有了。哦，悠悠，对啊对啊，啊你这个是脸都绿了，讨厌。演关公这个角色也是，不是啦，他每一个香蕉做的没话讲，太棒了。来，你现在讲一下。啊，剧情很紧凑，然后有结合到时事，我觉得表现很好。哦，好哎，来来来，菜子菜子。我们在那个卖东西的时候呢，有个东西叫 pacing， 他们的 pacing 就很好，一个接一个的，而且呢，中间还每个人讲话都有押韵，然后又有这个笑点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哦，哎，不错，来大根妈，大根妈。我觉得好有趣哦，他们非常的用心。其实你应该加入他们的。少一个橘色，橘色的嘛，对啊。我就觉得很想要买了，那个水有成功吗？快乐水，我觉得你们很用心哎，因为清楚，对不对？快乐水，这个是谁想的？啊，大家一起想的啊，真的啊，哎呦，猪很厉害，真的是哦，未来不贪功，未来啊，来日方长，而且呢，这个很宽阔，想象力也很棒。嗯，是看我不爽啊。不要搞混角色。然后他舞蹈，舞蹈是他编的。哦，也很棒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很棒吗？真的很棒吗？哎，你的重要，你那个点一个没有 key 好啊，整个大家都散掉。而且你好适合演这个角色，真人版就应该是你。对呀对呀，当中那个有没有掐那个脖子那个鸡叫？好会尖叫的尖叫鸡耶！你干嘛买呢？对啊，设计的都非常好。哎，第一组就这么厉害，第一组就那么厉害，要不然先后面四组先回去啊。对啊，接下来我就让大家示范一下，这次彩蛋到底有多么厉害。老师音乐，如果你愿意一刀一刀一刀。伟是山猪的角色吧？哎，因为山猪已经演悠悠了，而且他们还得28分，要长左啊！好了，你不要再讲我了，你自己嘞，不要在那边卖骚了好吗？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这个求婚失败的红鲟哥！等一下，我求婚失败就算了，但是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菜刀绝对不会失败。就在我切下去的时候，你有看到这个洋葱有没有？它留下来这个六块了吗？你也会有加红吗？你也会有加青吗？你也会啊加加青红？你也瞎摸没弄懂啊？你不要再杀蛇了，这里是购物台，不是夜市。